原标题，从秦国和曹操吸取经验教训，唐太宗如何形成自己的理想都市的作用，不仅可以知兴替，还可以让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，从而少走弯路。唐太宗是历史上读史用史最好的人之一，他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。贞观初年，有人上书唐太宗，请求把朝廷里的奸佞小人都赶出去。唐太宗说，我用的都是贤良方正之人，你怎么知道谁是小人呢？上书人建议，陛下可以假装生气试试群臣，如果能面对皇帝的雷霆震怒还敢进谏的，就是贤臣，如果阿谀奉承的，就是佞臣。上书人提的建议是一种诡道，强调用诡计来驾驭下属。这种计谋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，代表人物是申不害、韩非，在韩国影响很深。战国时期，韩国派水攻郑国到秦国，游说秦王修渠，想耗尽秦国的国力，可惜事与愿违，郑国渠修好后不但没有达到疲秦的目的，反而变成了强秦之本秦国，因此增加了灌溉面积，增加了粮食产量，从而增强了国力。秦国强大了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搬弄诡计权术的韩国。展开全文，唐太宗对历史非常熟悉，也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。诡道这种事听起来都不光明正大，一心想做明君的唐太宗怎么可能喜欢？唐太宗对宰相封德仪说，水的清浊在于源头，政治的清浊在君王，百姓和大臣就好比水，如果君王带头伟大，还要求臣下清明，这就好比源头之水浑浊，却要求下游的水清。